小雅，你怎么出这儿了？看电视看的，哭过了吧？看还不看？还骗你妈？妈，你就别问那么仔细了。 是找段飞去了吧？我要是能找着他就好了。小雅，男人固然对女人很重要，但是再怎么着也比不过自己。别让一个段飞蒙晕了头。妈，你当年跟我爸。 是不是也这么想的？所以，将心比心，你就别管我那么多了。饿了吧？给你做饭去。 妈，我要吃面条。喂，林总，我这边下午6点，你已经休息了吧？没关系，你说。 戴娜和他背后的支持者，那份合同协议看来是没法履行了。和我预想的差不多。我是来告诉你，斯特林集团这边刚刚接到邮件，戴娜要求把他此次访问的周期延长到1个月，同时还调度了好几笔资金。看来。 他是要看我们好戏看到底了。你说，他和红顶交涉关于资金的问题了吗？没有。看来这笔资金不是给我们的了。这是激进派的一贯策略，你一定要顶住。我会的，放心。段飞呢？ 派去给戴娜做贴身保镖了，但是今天戴娜一天都没有回酒店。那是段飞运气好，以戴娜那种水性，肯定要对段飞出手的。你什么意思？那怎么办啊？让他做好心理准备，坚决抗拒，关键时刻以死相逼。<笑>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好了，没什么事儿，你就快让我们睡觉吧。 好，但是一定要让段飞做好心理准备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知道啦。有消息了我会再打来。晚安。晚安。我听说有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，要对我出手。 那你还不赶快以死相抗啊！那个谢岩，把你的贞洁看得多宝贵啊！我还有贞洁吗？这么晚了，你还来干什么？ 也没什么，遇到一些麻烦，托生用了些时间。你呢？战争爆发之前，就应该分出胜负。天海来了一个人。你什么意思？也没什么，过两天再见面。
这几天啊，你哪儿也别去了，留在我身边保护我。怎么？你也有害怕的时候？只要有风险，就要有规避的策略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进攻？还有57个小时，40分。37秒。戴总，早啊。早。您休息的还好吗？挺好的，床不错，客房服务也不错，提供的红酒好像也挺像那么回事的。您满意就好。南山皇冠假日酒店的服务能力，这在天海是最出名的。你不会特意过来就是问我睡得好不好吧？我来问问，您今天有什么安排？没什么安排，我准备呢，在这接着睡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可以，那我先走了。等等。如果这里不需要我，那我先回公司了。你不是保护我的安全吗？安全也有需不需要的时候吗？我饿了，酒店提供早餐？提供。那你去帮我拿上来吧。你好，我想打包一下早点。好，行，您稍等。戴总，戴总，早饭来了。上来吧，我刚上。喂，姑姑。刚才有一份点菜进入厨房，是戴娜的房间。嗯，他点的什么？点了一瓶拿破仑干邑，还有一份沙拉烘蛋。哎，你这个是2304的吗？对。好，刚才客人打电话到前台说，先不要送到房间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客人不是没钱，只是说先不要送到房间。不，哥，你是后厨的吗？啊。对啊，我是后厨的，你是新来的吗？啊，对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就不是我说话，这跟你就这么费劲，就行了。哥哥，按规定这个我得送回后厨。啊，没关系，这个我来处理就好了。你别跟着站着，赶紧去干活去，偷什么懒啊？
你要去哪儿？我点了一瓶酒，我们一起喝的。不用了，如果没什么事。你是第一次接触其他集团的女性高管。云石彤猜出了多少？什么？斯特林期望的天海市商圈格局，云石彤猜出了多少？你就这么直接问我？我说过我不喜欢撒谎。我虽然没有和云石彤直接交流，但这点分析能力他还是有的，否则红顶就没有什么考虑价值了。我们判断，斯特林想让天海三个旧巨头争斗起来，只和最后的胜利者合作。没错，任何考察都不如真实竞争中优胜劣汰更有参考性。斯特林就这么喜欢到处挑起战争吗？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争斗的，商界更是如此。难道你认为只有和平合作才是正当手段？既然你只想和赢家合作，那我在不在这儿保护你也没什么意义了。再见。等等，段飞，你还真是我第一个遇见这么有意思的人。是吗？如果我说红顶的命运可以掌握在你的手里呢？我？没错，你。我去开门。先生你好，您的餐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先生你好，我是这个酒店的大厨。你好，您的餐到了。还没等呢。您好，酒要给您倒上吗？好的。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嗯。那运动我就先走了。等等。怎么了？你最近总是早退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嗨，这不是那什么吗？因为那个，就是那客户。客户的事儿，你的私生活我不干涉，但是最近集团有大动作，这个时间任何人都能松懈。嗯，明白，我明白，您放心，那我就先。先走。好嘞。哎，云总，您刚才说集团有大动作，那个戴娜同意咱们跟斯特林合作了。他只跟赢家合作，目前天海市有三家集团。那您的意思是红顶要宣战了？盲目观望，丢掉先机，只会让我们越来越被动。那寻找联盟呢？你觉得就凭我们和苏氏的关系，他会和我们合作吗？苏氏不行，咱们可以找天浪啊。之前魏忠生不是联系过我们？他把天浪看得比什么都重，肯定会以大局为先。如果跟咱们跟天浪达成联盟，联合起来一起对付苏氏，那不是容易了许多？咱们跟斯特林合作，肯定是手里的筹码越多越主动。现在天浪崩得不成个样子，他们跟斯特林合作，不是被收购，也是被架空。但我们找天浪，对两家都是上策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……哎，但是什么呀，云总？咱们不去找天浪，苏氏人先去了，咱们可就被动大了。明白了，
我会先尝试接触一下这件事。人事部也可以先做准备，但是先不要泄露出去。好，那我就先去准备。请先出去吧。现在只通过藏在屋里几个地方的摄像头看着你，干什么呢？喝酒啊！站着干嘛坐呀？怎么了？今天不敢喝了。没事。我们咋知道你这个车女人有点困难，就提前装了几个摄像头？不过你放心，你进去之后我再启动。好了，老大，你先别在那喝酒，他有下一步动作，我会告诉你怎么做。喝点吧。就算再怎么敷衍了事，也不要不尊重酒。喝一小口，大概35毫升，在嘴里含2秒之后咽下去，咽的时候闭上眼睛。这瓶酒是这是威欧右极肝炎，年龄4年0-3个月。看不出来你的品味还不错哦。哎呀，老大，随便跟他说几句，别每次都等我。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泡上大嫂的。你的菜凉了。老大，你问他为什么不把内衣好好收好？你为什么不把内衣收拾好啊？一定要过得这么拘谨吗？你喜欢破坏规矩。规矩定了，不就是让人破坏的吗？握住他的手。情况很危险，我握住他的手。怎么了？嗓子不舒服吗？没有。老大，我这是在帮你脱身，快握住他的手。你眼睛怎么流泪？告诉他。他的手没有云石童的暖，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表情。你的手没有我的太太暖。对不起啊，小雅。哎，小雅，要不然
我请你吃饭吧。等你请我吃饭，我早饿死了。省省吧。哎，小雅。嗯，上次的事儿是我对不起你，你还是继续来全场吧。你不是要刷记录吗？谢谢你啊，小雅。我昨天晚上想了特别久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离段飞哥远点啊？没有，其实飞哥只是不想把你卷进来。卷进什么？飞哥不是说了吗？他来天海是为了查一件事情。查什么？16年前，飞哥的爸爸段红是在天海遇害的。原来是这样啊。那你上次问我的……啊，小雅，查一件事情需要从很多地方取证，所以这件事情应该和你妈妈没关系，别担心。嗯，16年前，不对呀，我想起来了，爸爸妈妈的公司是在16年前关的，爸爸是那个时候出国的，妈妈也是那个时候到苏氏集团帮爷爷管理公司的，吴总管也是那个时候到我们家的。都是16年前。
前后守护